应期是吧？你要挑战什么？这边有你的战书，对，是梦幻食物。甜甜是有备而来，我看你拼了，直接吃奶油。很强，你今天要赢就奶油这一盆吃完，直接就赢了。其实我觉得算蛮好看的。这句话觉得很不公平啊！怎么样？说说看。人美真好，人丑吃草。这么糟糕啊！他妈，这里有四位吃草的朋友。是男生，男生没有这样算。有男生也有一句：人帅真好，人丑性骚扰。啊！真的，一下不小心不是大人格变土豆人格，那就不舒服了，对不对？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得闹啊，惊头刀哦。是因为演艺圈呢，我们一般看到都是美女居多，但是呢，据说很多美女有的这些好的条件啊，好的优待啊，有些人是感受不到的。哎，对呀，长得漂亮，想到就觉得难过，处处都有优势。人家有一句话说的真好，先敬罗衣，后敬人。是是。现在大家都是很肤浅的，外表一看，大家都很肤浅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到外表是舒服的，那很多人都是这个外貌协会。对，没办法，一定要看外貌。大哥应该在这上面吃了不少亏嘛。不会，我已经渐渐这个年轻人才20岁，长得像我阿伯，他才20岁。博彦算帅哥啦，那有型，个儿又高，对呀。像徐锦江比较，我比较满意一点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也跟帅沾不上边，可不可以完成我个人一点小小的愿望？什么心愿？怎么样？可以帮我们唱一下《北风》吗？上次不是有唱过吗？还要每次都要唱。其实北风我不太会唱，那宪哥帮我唱。你的脸越来越北风了，就是长北风北。哎，校园，哎，校园，我算比较偏门的啦，偏怎么说？就是一般要比较有内涵的女生才感受到我的帅气。对，旁边还有黄天仁老师，黄老师，哎呦，黄老师真的是阅人无数。你手上你拍的对象都是美女吗？对不对？你有拍过丑的吗？也有。举个例子，老师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呢，比如说您说丑是，他不拍的时候是丑的，所以您拍的时候是闭着眼睛在拍的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好看的角度哦，哇，是吗？这很难呢，真的真的。老师，你看得出来我哪一个角度最好看的吗？哎呀，如果这样光看，要稍微合作过，转这边一点点。你说再这样下，一点点，你是说后面吧？哎，黄老师，哎，我们大家一哎，拜托给个面子吧。我常说 Sandy 为什么？因为他脸很小。我说，然后就是拍照好看，哇，他就跟我翻脸。为什么？本人还好，然后拍照好看，他就Sandy不会，我本人怎么样？我怎么？不是，他讲的不是那么好听，他是说你只有拍照好看，麻烦你照片给我带去主持就好，你不用来。我说人形立牌来一片就好了。对啊，除非你可以还是分我钱，我就照片给你，我在家等。Hello，Hello， 我们是妇女，好吧？哎，将来你的还不都是我的，是吧？白发，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了，我们又不是那大家族，这么老爸挂掉还要争财产，对不对？这就不用，不会不会啦，对对对。好，好，加油！这边四位美女姐姐，好，欢迎他们，掌声鼓励。这里有5项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仰着脸跟对方说话，美女，这样，可是我不懂，对，装可爱这样，哎，这种哈笑语一定常遇到，对，太棒了，他每天都遇到这种，对不对？对他来讲都是仰着脸，对，楚楚可怜，大众，我选一位帮你仰头，谢了，好不好？熊，我看他很累。熊熊最萌，过去最讲话最，对你讲话那个 feel 是什么？感觉像一首歌的歌名，什么是什么？小哈，你要看对地方哦。我梦听，
天要问问题。问一个问题。你觉得我漂亮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觉得我漂亮吗？不好意思，太远了。这种距离的限制了，还是太远了。那个feel 就会觉得很可爱，好可爱，小小的，很有感觉。但是看久了，看久了直接会去按摩，太可怕。我看到哈笑员跟熊熊站在一起，我会想到什么？什么？哈哈熊。聊天，只是聊天啊。还有一个咬手指，哎。这个真的是美女限定哎，因为一般人你没不够美还不行。这英奇最会了，咬咬看好吧。英奇嘴巴也蠢蠢欲动，英奇很适合比较性感的开咬。中间的手指，他是说咬手指，不是咬指甲。剔牙缝啊，这个都说什么东西？会让我想起一首民谣，又有民谣，又有民谣。你再咬一次，我听。预备，边唱一边咬一边气。我愿做一只手指头，跟在你面前。哎，男生会有想象哎，就觉得会吗？心动的感觉，咬手指会，咬指甲比较，咬手指甲比较不会，咬手指甲会，咬手腕，娃娃音，这个受不了，哎，娃娃音真的吃不消。今天丫头没来，要不然你要对啊，他们在讲什么？丫头的人缘特别好，对，片场里面，哈，哈，姐姐，姐姐，你们在努力啊，我下班啦。他的这个高 key， 大家都喜欢，对，就很可爱。孤婉云来试，叫他买买。宪哥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出去玩？那用什么？我怎么没动头啊？怎么让我朋友受不了啊？我动头立刻答应，谢谢你。而且娃娃音无理要求，我们都会答应。无理的吗？对呀，卖房子给我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可不可以从这边趴着爬出去？我穿这个很难爬，很难爬，对，衣服会脏掉。爸爸，你从这边爬出去嘛，拜托嘛。爸怎么拖？你别给你长对了。女儿无效。我算很会娃娃音了吧？蛮会蛮会。女儿我也融化了。来来来，再来第四个绑马尾。哦，是这个绑马尾的过程。过程，过程，过程。女生只要撩到头发的时候，男生就会报警了。对，而且还在绑起来，自绑自。头发一九甩板 ，Action！ 来啊！鲜肉锁骨，哎，哎呦！哇塞，绑马尾好搞刚哦！哎呦，对啊，你要绑吗？哎呦！哦，然后拨到一边，拨到一边，拨到另外一边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19分，19分！哎呀，塞，受不了！哇塞，看你，看你。看你在这拨头绑马尾，会想到一件事。你有想到什么？什么？唱歌吗？该不然了。打根长出来。还有一项，弯腰前倾。哦，我最喜欢掉东西了。这个是拍照的时候必备的 pose， 对不对？如果要拍写真，一般都会有，基本上都有。拍到最后，黄老师自己会有点掉东西，拍掉东西啊！拍东西。那你会叫艺人跟你的镜头相恋吗？一般有时候要互动。小甜甜挑战英奇，吃相没球打不准。你要挑战英奇是吧？你要挑战什么？这边有你的战书，对，是梦幻食物。甜甜是有备而来，我看你拼了，直接吃奶油。吃这招很强，你今天要赢就奶油这一盆吃完，直接就赢了。其实我觉得算蛮好看的。我靠！这腰窝，还不是我们的主题，各位啊。美女大家常常看到嘛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“东施效颦”？有没有？对，有有有。学西施皱眉头。今天我们邀请到这四位敢来挑战的，真的让我们感动。
对，看看我们第一位，第一位挑战者，他要呛一下，他要呛一下，人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我到了，你好，嗨。哎呦，声音蛮好听的，温温的。我觉得英奇一直在模仿我。哦，模仿他，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他的偶像就对了。嗯，他一直在 copy 我的长相跟样子。copy 你的长相跟样子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copy 你啊？那我们倒想看看是谁来了。copy 会不会 copy Brian 就来了？一起来欢迎挑战者出场。来，可以到前面来，这就是英奇啊！可以不到路，可以扶我一下吗？没事没事，你是卡没行哟，卡把去啊！我也赶快回来，不要这样子，亲爱的，哇，是钟欣凌的。像很像英奇耶，我觉得很像。你还说人家卡比你的身材，你是要气死他吗？是真的，他一直在模仿我。他模仿你啊？对呀。那这位小姑娘，你喜欢吃甜食吗？嗯，我喜欢啊。那你不就是小甜甜了？怎么这么好认呢？太像了！呛呛呛呛呛！我要哭了。原本曾经是好友，受不了，我最怕这一招的，站走哎！后来，让你去参加少女白球，好不好？可是什么？麦阿内，麦阿内，因为我们好兄弟的。什么好兄弟？你讲话，你看他们聊这么久，都有什么好聊？绑个马尾，谁不会绑？不要扛了，不要扛了，收回来，收回来。绑个马尾，谁不会绑？对呀。然后聊那个。拿行李不会自己拿吗？去机场这有什么好拿来聊的？位置不行吗？很少人。Hold住。那如果真要说外貌的话，你的外貌得到过什么好处？你讲我听。说看看。得到多少的好处？刮车不用赔吗？都要啊。要啊。还是要赔啊？还是要赔五万啊？对啊。哎，这个如果是熊熊，比如他刮我的车，然后已经绕了两大圈，是拿砖块这样画，画完被我现场抓到，然后。对不起。OK， 没事。OK。哇，真的吗？哎，你那个怎么可以用石头把它刮成这么有艺术的感觉？真的，你喜欢吗？好厉害，太夸张了。那就是你道德有问题了。没关系，今天人家这样讲，咱们就让他们看看。好，好吧。让他们知道同一件事情。你要挑战英奇是吧？你要挑战什么？这边有你的战书。对，因为是吗？我下战书就是。开吃梦幻食物，因为就像我讲的，很多时候在节目上一样的东西，其实英奇是很梦幻的，我也很梦幻啊，经常坐着然后就睡着。各位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们都是我们好好评判，对不对？好，吃梦幻食物，梦幻食物，美女先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草莓沾鲜奶油，哇，他是演整套的。哦，哇塞，不好吧？学好，学好，学起来，学起来。他在看，他在看啊。哦，哇塞 ！Ice cream， ice cream， 好像肚子。甜甜的学啊，哇塞！哇哇哇哇！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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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敏感性牙齿的问题吗？哦，他那是冰要吃两个小时。可是还有一个挑战很大哦，沙沙要怎么吃的好看？要怎么吃草 ？Hello， 姐姐，这里有所谓的叉子。哎呦，会啊会嘞。小恶魔啊！哇，他要先吃叉子，暖叉。哇！不要一直看嘴巴，闭嘴巴，闭嘴巴，沙拉酱了。Oh my god！ 厉害！我咬。今天甜甜是有备而来，我看你拼了，直接吃奶油。吃奶油嘞！一
为它在嘴边有一点哦，那是很管用。对，用舌头舔掉。哦哦，他用无名指吃这招很强。嘴巴好好，你平常在哪里高就啊？掌声鼓励。太强了，太强了。他真的是太厉害，用无名指吃很厉害。他真的是被你气到哎！我跟你讲哦，他使出浑身解数啊。小甜甜是被殷琦激到了，这一桌就张大绝大，这一桌你用小吃冰淇淋啦，那是李，他就是那种哎，开一个新的，用脚夜市打弹珠已经拉到最底的那一种这样子。前面怎样？前面怎样？三，好来哦，二，一，继续。重要嘛？对啦，不要啦，又不是在比赛大胃王。对呀，那你要什么？不能音期，音期就好的音乐，我这好像来自音期。麻烦 sexy music。呀呀呀！有了有了有了，好买买买，来来来。哇！甩错边，干嘛？甩错边呀！哪一边？哪一边？都可以，往那边。不是啦。比较慢而已啊，还是大胃王的音乐啊！哇哇哦哇哦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各位，沾些奶油，沾些奶油。现在在看的不是重播哦，现在是小甜甜，不是殷琦哦。锁骨，哇哦！对对对对有有有有有有，来了来了，冰激凌冰激凌啊！好辛苦，师姐太恐怖了。来冰淇淋吃给后面的男生看，甜甜加油啊！拼了拼了，你可以，后面男孩们看 ，You can do it， 头发要撩一下，头发要撩一下 ，You can do it。暂停，现在中场，因为片场中场有休息。甜甜，我跟你讲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今天要赢，就奶油这一盆吃完，直接就赢了。KO 胜，好不好？把奶油吃完。有叉子？没有，还是你要用手？直接，浪漫的。浪漫啊，浪漫啊，要浪漫。来了，音乐阿明老师，麻烦。还是你抹在脸上好了。甜甜，上唇还有沾到，怎么这样啦？好心疼那个奶油。赢了赢了赢了！就这一招，就这一招。放大绝，放大绝了。啊哦！哎呦，哎呀！有有有哎，可爱。舌头直接吃完。舌头进去就好。其实我觉得像蛮好看的。好看。好了，到这里可以。谢谢宪哥。真的，卡了，这个好，卡了，卡了，可以睁开眼睛了，卡了。有看到，有看到。掌声先给人家掌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黄天仁老师，你先来讲评一下这两位，好吧？天仁在一直笑。我觉得两个拍张照各有千秋，各有千秋。对对对对，
那个英奇的比较软柔一点点，软柔，对对对对对，他的稍微带一点 A 一点那个小甜甜，可是这个本来就男人都各有喜好，因为情色跟色情之间，对对对对只差一条线，没错没错，英奇是属于那种会勾人的，就东西他吃东西像无名指这样吃，那甜甜属于会吃人的，就是如果都把一个男的关在旁边的话，那男的会被甜甜吃掉这一种，但也不一定吧，说不定男生喜欢就是这种比较。强硬一点，我有肉食女，掌声鼓励一下来，请坐。廖飞真任务大绝招，还会如甘拜下风，挑战他哪一点？来来来，来干什么？我知道那个潘慧茹是舞痴，所以我要挑战他这个，让我知道美女也有不行的时候。哎呦哎呦！来挑战一下，里面这位朋友你好，你好，你要挑战谁？熊熊，回去。熊熊赢了，你凭什么？我凭我的波涛跟他一样汹涌。男生突然觉得值得一看。其实女生有时候误解了男生，不一定要打。对，真的吗？对，其实你比例不太对。对，我比例很奇怪，但是也是有点像外星人。自己在家里洗澡，衣服一脱，哇哦，三头六臂。一起来欢迎里面这位挑战者出场。欢迎。不给扶哦，不给扶的，哎，而且还不给钱，很独立，很独立，因为我双脚各健全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停，各位，有一个很幽默的事情，他戴面具，但他的假睫毛是在面具的外面，假睫毛在外面，插出来喽。那我放他的假睫毛是放在外面，所以非常。很棒啊！赶快带回去嘛！你怎么会有这个信心？哎，熊熊哎！对啊，其实我戴上那个面具跟他差没两样啊！对啊，他的面具就是他的脸啊！来来来，熊姐，熊姐出来一下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人家跟你呛呛，穿这样好可爱哦！对，怎么样？你要跟他呛呛什么不高兴的地方？没有呛呛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既然是萝莉风，他常常可以用的话，那我应该也可以，因为萝莉风，萝莉是。就是女仆的概念，女仆装哦，说什么主人那种嘛，可是穿那个很适合哎。萝莉塔就来了，可以好不好？试一下，不要穿起来像罗西嘎，那就完了。萝莉塔大对决，来，趁他们去换萝莉塔，咱们先来看看下面一位，剩下两位要挑战了。是，两位都真的还要看吗？对啊，悍将啊。还可以接受吗？刚还 OK， OK 啊， OK 嘛， OK OK 啊。里面这位朋友你好，宪哥好，大家好。你声音还蛮甜的，很适合做总机小姐，真的不错，像百货公司那种。声音很甜美，你是不是有在00800什么那里上过班？哦，020是常常挖我要去上班，但是我不愿意。哦，挖不动。挖不动是体重的问题吗？当然是一小部分啦，小部分啦。那你要挑战的是谁？啊，我想我就挑一个差不多的人好了。差不多的，哦，那直接出来吗？校园，应该是我了。校园吧，我们要打一下中锋脚步，是不是？挑战者出场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！不是，火焰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！快点，超过面具！你拉得动吗？火焰，你小心！火焰，你小心！小心，你要小心！哎，跌倒了！火焰，你自己小心自己！他压到你是真的会受伤的，要弄坏啊！你看，你看这些人呐，太过分！哎，而且跟你也一样啦，什么叫小心不
报警啦！不是。哎，你听到了？好大声哦！而且潘慧茹的，我郑重跟你道歉，不开心，对对是啊，好不开心。哎，而且你的面具遮不住你的脸。对啊，我就听完后面做道具的说，没可以等比放大的事情，你们为什么 ？Hello， 你一出来你就不用戴面具假鬼假怪。我们难道会猜错人吗？三猪。他是阴间，你误会了。卸下面具，小心。哎呦！就是我，是不是跟潘慧茹差不多？潘慧茹一来就说：“哎，那你们，那人家跟他蕊词的时候，他就说：我不知道啊，这些都很习以为常，很不一样吗？我就觉得很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，你都享受了权利，你当然觉得都一样啊。”可以跺脚的，真的，为什么？我们只要跺脚，我跺看看你就知道。小心，你震到老师了啦，没事吧？你看这谐星真的敬业，有没有？真的，你一跺脚，他假摔还看 monitor 有没有拍到。挑战他哪一点？来，挑战什么？我知道那个潘慧茹是舞痴，所以我要挑战他这个，让你知道美女。不行的时候，真的吗？哦，夜店跟热舞你是不 OK 的吗？不太会跳舞，可是我相信我站出去随便跳应该都可以了。哦，我觉得很呛呛，所以这样子，咱们就一段音乐。我想找一个男舞伴，谁？你先选好了。不要啊，你先选，为什么要我先选？搞不好气焰高涨。那我选大根好了。大根，今天就是你的日子了。大根，你好，大根，恭喜。恭喜！就你的定位，就这里。好，那我也要选一个。来，选。现在坐。你们不要回避我的眼神，他们都如坐针毡，他们全部都看前面呢。谁？当然要选最帅的啊！所以就是国彦。来了，乖。你这个表情太像张浩哲了。帅，国彦，国彦，这一区，是你们的，好吧？国彦没关系。宪哥，那区这样够吗？我要让过来一点。够。怎么受得了啊？两位，要死我！哇！我不会跳啦！我跟你讲哈，你们吓坏了，哎呀，打死人家了啦！有看到，两位站到中间。其实我刚刚是有 feel 的，你刚刚背对着，你背对着观众在看这一段的心里面，你把屁股翘起来摇一摇。好了，没有呼啦圈，却有呼啦圈的感觉。好了。玛利亚挑战孤婉语，性感失真指数破表。我要挑战他的就是为什么美女可以而我却不行的性感失真照。Go！ 哇！这还要比吗？不可能
胸，不要抬手，不要抬手，露肩膀，露肩膀，露一边，露一边，差一点跌倒，差点跌倒。是刚看完这段表演，心中之感触，我觉得好感人哦，感人，很感人，感动，把人都赶走那种感人。但是他真的跳得不错啦，我觉得不错，他真的有，他有舞感，他真的有舞感，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下，对，真的。你还在想博彦，你差点把人家给毁了。对啊，我刚刚有先给他点甜头，但后来我怕他倒下来，我 hold 住他，对， hold 脖子。前一阵不是有几个很胖的大赛是美女，然后还出血针，然后对对对对，其实只要有自信都是好的，真的哈。老师，你会不会看不清楚我到你这边跳？哇哇哇哇哇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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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无求都不好了。你可以不爱他，但你不要伤害他，好不好？大师哎，他这样很委屈哎。我看到你这一段表，我要跟你讲一句话，是什么？谢不杀之恩。有事就找那一边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你这样的意思，你也想要？你赢了，你不，你赢了，你错，你听我错。我不是不救，爸爸，爸爸不是跟你讲，其实我们工作室有生命危险的，不是，不是不救，爸爸拉不动，不是，问题是Sandy现在手真的很出力的，两位这一关平手，平手，请回保重，请回保重，来来来来来，请坐，坐坐坐坐，刚刚我们的萝莉已经换好了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萝莉出场，哟。社会的一个交代就是说，你不出来，我们就算你赢。对，是一种交德风范。对，你说这怎么那么可爱？因为我个子很小，我很适合穿这个，好可爱哦，爱死的熊，爱死的。你那家店生意会很好，当洗澡水。对呀，对呀，对。可爱的。那里面那一位，你刚刚稍微瞥到一下吧？有吗？有。你要离他远一点，因为怎么样？我等下也多点嘛。近朱者赤，这样吗？一条欢迎挑战者萝莉出场，哟。两位就用这个走一个台步，然后摆一个啾咪，要很可爱，很可爱哦。一位一位，一个一个，什么一起？我不是跟你讲，不要一起抖丢力气。六姐。属猴的先回避，有点。黄老师，哦，喜欢哪一种？你觉得他 pose 比较好哎？啊，你觉得他 pose 对？亚美讲你 pose 就拍照而言，比较有效果。是哈，亚美讲的那个姿势比较符合天任老师的年代。对，他很像棒球裁判。轩哥，你要知道，他们两代那个萝莉那个服饰的主人年纪不同，一个是60岁，一个是20岁。哦。这是萝莉，这是看护。看护，对，你在看护的。好了好了，算平手好了，好不好？平手。好，谢谢熊熊，来来，请坐一个。哦。接下来这段呢，简直就是大家一直在稍等的这个 part。就在等，为什么？就在等。这个男生如果突然间按了门铃去找一个女生，女生来开门，她穿的是什么？什么？穿的是你上一次忘了拿走的衬衫。衬衫。衬衫是到这里，膝盖上不可以看到，受不了。然后就这样，嗯，你来啦，啊，这样，嗯，你来啦，那种 feel 这样，你不用学这种东西啊。
一起来看看里面挑战者是谁。你好，宪哥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听起来正常，很利落。那只剩下一位孤婉允，你要挑战他，人家写真集。对呀，身材超好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全身上下哪一点会输他。有自信，你不知道你全身上下哪一点会输他，那这样好吧，你出来，我们来告诉你。因为婉允他叫 No No 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出去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我都会说 Yes。哇，是他的自信。哎，他叫 No No， 然后你叫 Yes， 会不会他叫 No No， 然后人家看见你叫 No Name？ No， 你是歌手吗？收看，收看，收看，来挑战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担心。挑战者出场，耶！直接来看看白白的面目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哦，好可怕！我刚是有看到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看到，瞄到，瞄到，这个戴墨镜啊，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，真怪怪的。一二三，你怕冲到？真的是吗？是玛丽亚，玛丽亚。玛丽亚，我今天要来，大家都知道婉允是性感女神嘛，都拍一些写真照。那我今天因为我之前上节目，大家都怕我着凉，不让我穿太少，所以我今天一次就要攻顶，一次就挑战性感攻顶，一次直接先挑战婉允。不是你这个一次就攻山头，就是上山头，一起站好不？不会 no name， 因为我今天有备而来，绝对是爆 name， 明明是婉允小姐来来来来。我要挑战他，就是为什么美女可以，而我却不行的性感失身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玛利亚又带你的老师来，对不对？带老师跟你一起照嘛，对不对？是我们家老师，一起合照这样。这个绝对可以。哇，那这算是，而且我今天有让他哦，因为我知道他有拍过照片的经验，对，算是我的那个强项。是我今天第一次。请准备私身照，哎呦，阿里 stand by， 先观摩一下啊，来来来，那我帮你喷水。Oh my god！ 他边喷已经在摆 pose 哎，对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一半半。学摄影，你知道吗？杰哥，你为什么越坐越前面啊？不可以用的感觉。不好意思，每一张都很像。好的，掌声鼓励。好漂亮，好赞哦！哎，这每一张都有像杂志哦，真的太厉害了吧？加一点效果，加一点效果就是两侧再加一点水雾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可以来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两边喷水雾，水雾多一点水雾，你练练练。Oh my god！ 我的眼睛看哪里啊？你们两个眼睛真的太猥亵了啦！强了，我的妈啊！你看他多认真，哇，好了，
离的哈，说停他就要停，就要停，对对对，不能再继续社区，对对对，真的，对，你看突然在看哪里？对，下一次的助理我们不会再来，下一次不会，两位，下一次不会，一次义工，一辈子义工，然后蹲回去。拍这个性感的时候，你本身衣服不能够正常的扣法，要错一个扣，扣是上下扣，对，要错一个扣位，永远有。对对对对，如果你错一个的时候，它才会有若间出来，不然它就会卡在一起。那如果他现在把比基尼解开，可以吗？不用那么皮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就变情色了。OK， 来，黄老师还是要先喷一下哈。对对，一样先喷，先嘎通。哎，不是助理，你为什么像浇花一样啊？浇花，你刚才不是这样喷呢？你这个感觉好像在，好像在淋油，你知道吗？好像被虐待了，好可怜哦，好可怜，从小遭受父母亲的虐待，真的很像早上。左右唱，继父又常常枪手亲虐。会冷，一定会冷，真的会冷。他蛮专业的，那你还讲，你还不赶快一点？可是没有办法呀。哦，来来来来，拍性感写真没那么容易的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小朋友不要在那里，不行，我要在这里保护我的家庭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，我要保护我的家庭。一贝贝，老师说喷你们再喷，你脚背要用纸扣，扣纸扣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一贝，扣纸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Action， 开始了。性来，放出来，放出来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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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对，想着瓜，想着瓜哥，想着天然老师是你的爱人，你爱他，不要说太多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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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差一点跌倒，差点跌倒。好，动一下，转那一边，转那一边动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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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feel， 哎，有 feel， 有 feel。这一张还失焦，大师你竟然能拍出失焦的？哎，国际大师竟然能拍出那个失焦啊！盖脸再盖多一点，再多一点再盖。对对对对，这种 feel 对。吃掉天然老师，快点！你的嘴脸好吃，天然老师好吃。欢乐之中有笑容，捧胸捧胸。算了，笑起来不好看，不要笑了。捧胸捧胸。旁边两位枪手加嘎通嘎通。快点，两位你们在看他。哎呀，天然好专注在喷水啊！天然跟 NONO 在上面的时候都看着 NONO 的。先给黄天仁老师一个掌声鼓励啊！他人家这个。摄影技术真，摄影技术是真没话讲，拍出真的。来，两位往中间一站，来来来，我这个黄老师，你的答案就是答案了。在拍照里面有一个 tempo， 它是很重要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说它那个频率跟律动跟 match， 跟你快对跟快门要，我们讲说要跟镜头讲话。但如果你没有去做到这一点的话，你就会。不知道在做什么哦，玛丽亚就是一直做一直做，那个是感觉跟镜头在吵架，感觉好凶，不凶话，跟镜头讲脏话，就那种 feel 有很可爱啦，我今天真的让他很多张很漂亮，其实他还蛮能拍的，漂亮，他的身材拍照是好的，邪心要自强。对，真的没错，真的，这个再一次证明你们的范畴。跟美不美无关的，那我们的饭局呢？我们去
你们的范畴就在于提供给大家欢乐，对啊，我也不会永远不可能希望我自己成为金城武啊，虽然我跟那个好，谢谢来宾来到我们现场，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